喂，儿子啊，妈妈呢？妈妈在楼上和王叔叔聊天呢。王叔叔？哪个王叔叔？就是每次你一走，在找妈妈聊天那个王叔叔。儿子，那你们现在马上上楼，然后说爸爸回来了，然后再给爸爸打电话，好吧？喂。听说你回来了，着急下楼，从楼上掉下来了，现在不能动了，怎么办？那王叔叔呢？王叔叔从窗户跳到游泳池，但他忘记没有水，现在也不能动了。游泳池？咱家也没有游泳池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成龙吗？不是啊。啊不不，不好意思，打错了。